同女人相处永远系男人要毕生学习嘅课题，一个唔小心你就会轻易踩中地雷。今次我哋就精心准备咗五招必杀技俾大家啦。身为男朋友陪女朋友行街是天公地道的事啊，但是单单陪游已经满足不到咁多位女王的了，你还要投入其中表现得很开心才合格的。看看李元宇，他这样就错了啦，他陪阿 Joy 行街的时候完全不带留心不带情感，这样就GG啦，还要讲出口。내가뭐먹고싶은지아닌지가그렇게중요해파워기다렸어요연락아네同女朋友傾電話是每一對情侶必經的階段，你以為準時去交人應酬就可以，錯曬啦，巴打！你仲要有足夠的 IQ 同埋 EQ 去回應先得噶，好似李棟旭咁，佢咁樣覆單字死得啦！女朋友一秒跳掣都似啊，不合則分，分手係大部分人都會經歷過嘅。好好咁分手其實都係一門大學問嚟噶，好似 Eric 咁，呢啲話大家之間只係同情而唔係愛情，就注定冇朋友啦。집착광증여에게는약이없답니다뭐집착광증너나를그리부르고다녔냐外表同埋缺点系女人最忌讳俾人评论嘅两样嘢嚟嘅，基本上你只要是但辣到一样都冇运行。而周元佢除咗改吴连罪嘅花名串佢性格之外，仲要俾第二个女人知道咗。剛才提過缺點之外就是外表啦，阿 Key 這樣說金色旗想不嬲都幾難啊，分明엄청못생겼을거야아니거든나눈은송혜교닮고코는한가인닮고입술은전지현닮았거든